你是男人吗？怀孕就结婚？你是一个走一步看一步的人啊！不是，我是看一步走一步。我稀罕徐天，我愿意当天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你看你就从来没拿我当过人。看你现在多好看，跟江姐似的，全院人都看得见。我能看看，觉得你不让我下去看电视，你让我转身听见。你总说我不好，你总说我不了解你，我努力去理解你，我努力的去理解你，我努力的为你改。 你替我想过一分钟吗？洛城18:08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。